住，你住在哪里？你住在哪里？租，这台车是我租来的。这台车是我租来的。旅，你打算十一去哪儿旅游？你打算十一去哪儿旅游？游，旅游是我的爱好之一。旅游是我的爱好之一。写，你会写中文吗？你会写中文吗？画，你喜欢画画吗？你喜欢画画吗？点，我们点一下菜吧。我们点一下菜吧。菜，这个菜是你做的吗？这个菜是你做的吗？信，这是写给你的信。这是写给你的信。卡，我可以用信用卡吗？我可以用信用卡吗？春，春天的风景真美。春天的风景真美。夏，我最喜欢夏天。我最喜欢夏天。秋，秋天太美了。秋天太美了。冬，今年冬天太冷了。今年冬天太冷了。夫，你丈夫是做什么的？你丈夫是做什么的？妈，我妈是大学老师。我妈是大学老师。告，你的事我没告诉我妈妈。你的事我没告诉我妈妈。讲，我想给你讲一件事。我想给你讲一件事。狗，我有一只狗。我有一只狗。猫，这只猫真可爱。这只猫真可爱。鱼，鱼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鱼是我最爱吃的东西。油，这个菜实在太油了。这个菜实在太油了。是，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？
世界上最高的山是什么？国。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山。山上的风太大了。山上的风太大了。路，这条路车太多了。这条路车太多了。度，今天很冷，外面只有五度。今天很冷，外面只有五度。雪。外面的雪好大，外面的雪好大。急，这件事情很急，这件事情很急。忙，我这几天都很忙。我这几天都很忙。改，我们改天再说。我们改天再说。忘，我忘了这个字怎么读了。我忘了这个字怎么读了。借，你能给我介绍一个老师吗？你能给我介绍一个老师吗？受，我受不了他了。我受不了他了。一，我以后想当医生，我以后想当医生。床，这是我新买的床，这是我新买的床。扫，你可以把这里扫一下吗？你可以把这里扫一下吗？拉，这个门需要用力拉一下。这个门需要用力拉一下。望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。我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。检，我今天去医院做检查了。我今天去医院做检查了。烧，我今天有点发烧。我今天有点发烧。照，你能帮我们拍个照吗？你能帮我们拍个照吗？馆，那家饭馆很不错。那家饭馆很不错。声，外面是什么声音？外面是什么声音？供，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班。
止。他不止三十岁。他不止三十岁。种，我从没见过这种鱼。我从没见过这种鱼。色，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通，我是通过一个朋友知道的。我是通过一个朋友知道的。遇，我没想过会遇到他。我没想过会遇到他。